如梦一场，相互相望。谢谢谢谢所有的果哥们来到富山海陪我一起举办这个开机仪式，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。夏天到了，今天也蛮热的，也希望大家完了之后赶紧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好好避暑，多多注意安全。萧秋水这个角色，哥哥一定会好好演。我们角色再见。就在江湖之下，少年轻狂，千里不醉如惆怅。小红书。